立法委员李明星日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参加全球圣火手燃大会，见到各地的侨胞踊跃出席，一同欢庆建国百年，感到非常惊喜，也希望后世继续传承先贤先烈的革命精神，再创百年盛世。我非常的惊喜了哈，既惊讶又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建国一百年的时候，到了檀香山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从世界各地来哈，也是为了庆祝我们建国一百年，那么纪念一下我们这个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哈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地方曾经成长过，那么大家都非常热心，而且非常的期盼能够再看到我们在未来的一百年呢，能有更好的表现，能有更好的未来。